雀斑越来越多，如果非常多的时候，觉得它严重影响美容的时候，那就需要治疗了。可以用一些治雀斑的药物淡化，也可以做激光美容进行治疗。在治疗之前呢，防晒还是第一步，一定要做到很好的防晒，不要让它再长得更多。雀斑产品它的作用是有限的，一般来说是能够使雀斑略微有些淡化，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治疗。所以雀斑的产品不可能将雀斑完全治愈，雀斑的治疗有效的治疗方法还是激光是首选。在不想做激光治疗之前呢，可以通过防晒、使用一些淡化斑点斑片的药物，或者是祛斑的药妆，或者甚至一些遮挡的方法，还是可以使它淡化，达到一些美容的效果。